啊，我念佛念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。啊，我念四个字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念的速度很慢。啊，早年我们的护法韩鍈館長往生，我就教他这个念法。啊，第二天他就走了。啊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。啊，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，体力很衰的时候，这种念法很得力。